大家知唔知道大角咀最多两房嘅上车盘系哪度呢？就是我身处呢一个嘅港湾豪庭啦。今日就同大家睇一个新装修嘅两房369尺嘅单位。好多人都话新屋苑就唔系好实用嘅，而呢个屋苑嘅实用率就大概73%左右。我哋喺厅度都见到好多门口对住个厅噶，所以摆家私都要考啲心思啦。而港湾豪庭呢个屋苑都有个特色嘅，就系就算小单位都好啦，好似你单位咁300多尺都会有个露台嘅，咁都几好使好用噶。好啦，我哋讲翻装修先。呢、这个户主咧就几中意日系嘅风格噶，咁所以都系用浅色嘅墙身去撞木纹嘅家私同埋门嘅。大家唔好以为咧浅色嘅墙身一定系白色啊，好似个户主咁咧，佢就用咗个奶白色嘅墙身去撞木纹咧，其实就系更加凸显咗日系嘅感觉噶噃。嗱，而家啲半新樓咧，最常見咧都係有個窗台等噶啦，咁所以業主咧都不甘示弱，做翻個跟平窗台嘅睡床，咁可以增加儲物空間之餘咧，成間房嘅空間都可以大啲啦。而呢个单位嘅厕所同埋厨房都系以简约同埋易打理为主嘅。而我自己就最中意呢个铁板啦，咁喺煮嘢食嘅时候就可以多一啲台面用啦。嗱，今日就同大家睇完大角咀嘅上车盘啦，唔知你哋仲有咩特色单位想睇呢？快啲留言俾我哋啦，同埋记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EC House 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C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3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搭车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在工程期间 ，EC House 专员亦都会定期上门视察装修进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入面嘅状况。所以快啲联络我哋 EC House 啦！